他那时候养还没一年，好像我想一下哦，好像才6、7个多月吧。你看他这根，看他的脖子，应该看不到滑鼠诶，好奇妙哦。哦，有，看他脖子这一圈，这圈肉肉的围巾。兔子最可爱就是这一圈，母兔子啊，最可爱就是这一圈了。同期大牛，大牛从今天10点开始通勤36小时。哦，谁呀、马杀鸡。啊？哦，你说哦，这幅这四幅哦。就香港啊，鬼岛。点手机没有啊？就是你去那个网址上面复这制个是下来上就下好次了，如果而真的是，且，哎，怎么了？我们的车子啊，我们的椅子啊，多车子多，超怎么多，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组长是不是掰咖啊？署长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刚进城。组长掰咖很久都不啊，很坐久轮椅了，了，我们的椅子，治好很久了啊。哦，还可以坐很应该。哎，帮我一个忙，帮我看看小诶，猫现在身体的哈哈 O 不哈，OK？小那猫边咪，小猫情咪，绪起伏有点大。怎么了？没，我没事啦。你要看一下吗？还是你要躺一下？不用啦，我没事。还是你要吃饭团？你有吗？可是我只有肉松饭团。我不吃肉松的。那你吃什么？你说的是沙拉是不是？沙拉或泡菜的。哇！不是，它肉松一个卖30几块也很贵啊，可是好吃啊。太贵了。好吧。啊那那个谢谢嘞，你啊啊，你。今天我下班，不上下班啊，就出城了，又发生什么事啊？多多被绑架了。你干嘛？绑他人又不是他，他只是不小心跺太大力而已啊。不知道他怎么样啦？他看到嫌犯在面前也不撞上去啦，还给我下车。不是不啊。是人，他不撞上去，应该是担心多多安危啊。他就已经拿着枪指着多多，我们怎么撞？看他背对着你，哎。不是啊，他们站在一起，我这样撞不行啊。是啊，旁边还有那么多人可以帮你，给他撞上去啊！不是啊，那不行撞啊，那边那个时候撞下去，多多也拜拜嘞。知道吗？这个李世民很不会演戏。啊，怎么有人爬过来了？然后小去，心肝，我没事啦，不用担心我。好啦好啦，有事我在医院等你啊。谢啊，安谢。全带要系哦。不是可以走了吗？啊，我喜欢用爬的不行哦，我要你让人是？家知道我还没好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我了解了，我了解了，对啊。了解了解。啊，我先爬进去草丛里面，QK 一下。那、啊、你们车子不要碾到我呢！我车子不就停在那边了？哎，你小心哦，最近很多人喜欢开车撞草，哎。真的假的？妈的嘞！啊，有阿明，你啊，要去哪里？阿明，嗨，心哎、欸，我去情好点 QK，吗？怎么了？你是小心肝？对啊，你要跑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你之前有叫我打架哎、欸？怎么啦？哦，怎有么啦？记得怎了么啦？吗？要再一次吗？涛涛怎么试啦？试看，试试看。好，好，没有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是在想我打到底你还什是么你时打候我？我要上车，你到你底要干打我，你嘛？打我，快点！哎、哦，欸，你对打啊，我，你怎么想我要起怎来么上啦。车啦？结果，让伤残人士经路过去好不好？你们真的哦，一直挡我，我要怎么上车？有啦，你记得啦。有了，有进步了，真的。有，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我觉得你还是被揍哎、欸，换我，换是我，我换自己我。觉得吗？好，来咯，来咯，来。1、2、3，可以了。哎呀，可以，哎呀，来又退补一下，枪，哎呀，你补踹一到枪。弟弟了，我看到了，踹到蛋蛋了，好你痛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好的，会，那一脚才是重点。绝世小。真的真的，等一下我会检查一下。有哎、欸，你复原的不错。没有啊，他之前很久之前不就教过我了吗？
我要检查一下。你还可以吗？什么想不起来？怎么又想不起来？你不是早就忘了？什么？他不就很久以前就交了？啊，错了，他漏电啦！谁漏电了？谁漏电？这个理由已经用了两三次了。漏电。不是啊，小心肝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他都记得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我完全没有任何记忆点呢。我那时候教他防身，他说想学啊，我就说那阿姨用我教你啊。完了，好惨，我真觉得我好惨。你要小心哦，你要小心哦，他会多补一脚。阿公，你需要一下吗？没事，这一脚我没教他啦。外面好吵。进去休息一下，床可以躺啊。我要去检查一下。我看那一脚好大力哦。改变姿势。现在全程都在找大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说通气36小时。哇，今天他是怎样抢银行又绑架？我刚入城欸，抢银行应该是他啦。对的。绑架应该不是他。阿姨，你要去哪里？好，算了，会啦。没关系，到我没问好了。我不知道啊。他看在我接他钱的份上，应该不会。那你今天想干嘛吗？嗯，啊，他是做了什么事？会不会我们会不会有危险？没有啊，他是抢劫银行啊，然后被抓，然后逃狱啊。逃狱哦，他怎么逃狱的？这么厉害？对啊，你们怎么会让他们逃了？他来医院检查，然后检查完到一半，然后小五就在后面啊，就那个拿个 X 光片，然后就被逃掉了。警察真是办事不力。我都8500了。啊，我们说的不是事实吗？警察本来就办事不力吗？啊，对啊，你们办事有力，早就不会让别人跑掉了呀。你们办事有力，怎么会让犯人跑掉呢？啊、这样会等，这样等于会威胁到我们这些一般市民的生命安全，你知道吗？咋的啦？我们讲话都不信啊，言论自由啊。对啊。如果你们讲话尊重一下警察的话，就不会这样啦。没有啊，我没事啊。你们要先让我们值得尊重。好。真的，你看做警察也不好做啊。对啊，以后犯人要看好啦，这样民众会恐慌欸。没有，本身我就很信任医护局的人啊，但是目前搞不好是没办法信任啊。欸，你们三个人跑那么快，先把车停好啊。好，那个什么，我们等一下到里面好不好？局长一直说考核就跑掉了，他连那个犯人都不管的。啊，那局长就色胚一个啊，8500又不是假的。妈的，他是不是想要偷摸小蛙？对，色色欸。我也没办法，这个管不了他，跟他讲好几次了，但是还是长这样，我也没办法啊。我们四个人来，不是两个人管一个，这样三个管一个，他是白痴哦。不用那么气吧，哎，学弟不要那么气啊！命还敢说别人小偷局长啊？哦，听说你们之前局长很厉害的，你变这个乐色。哎，好啦，学弟，你们不要吵架啦！笑死！怎么你们每个对8500都那么气啊？外面好大，干废话，他就领8500领到宝的那个啊！我一定早一天把他干掉啊！哎，阿公，是啊，不要。动不动就说干掉别人哦！我说把那个酒说而已啦，喝酒把酒干掉啊！把酒干掉哦，把酒干掉哦，一瓶8500，一瓶8500，对啊，你要吗？来，给你一杯。咋的啦？不用钱是不是？来，给我一杯。哎，下次你要干掉他，对，再找我啦。市民喜不喜欢啊？市民，两杯。好棒哦，两杯，17000，17000块的滋味。对啊，17000块的滋味，你有没有尝过？哇，干的啦，好爽啊！那就是8500的滋味。对对对，那个就是8500的滋味。哎，上班不能喝酒啊，小哥先生。没问题，我要跟院长说、哦。我喝个牛奶就好了。好啦，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好好好。欸，打炮啊！怎么了？他奶奶，每一个人都讨厌小虎，我们干脆早一天轮流把他绑起来好了。我们绑了油棒，绑了宰棒，绑了然后宰棒。不是，就是有阿公这种人啊，好像很不错啊。看能不能筹个28个人帮他个七次啊？不是啦，阿公，这里很多人啊，你讲那么大声，没有人喜欢他，有差吗？他们找28个人啊，让他奇进奇出啊，奇进奇出哦。对
对啊，绑了油棒啊。反正那个嫌犯说不能超过十个人，我们就轮流来啊。顺便中出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喂，没有啊、哦，没做啊、哦。我要吃鸡肉。喵，我要进去。刚刚怎么外面？好像是有强匪。四米，你跟小新干的执勤时间怎么这么长啊？强匪、嗯。差不多下午四点开始，又很长吗？嗯。我们学姐都值。哦，拜托，真的很难做啊！就是我们医护警察也算服务业啊，军工教嘛，服务业的，这都是要被讲得很可怜。学长。你是说院长还是叫我？我叫你啊。哎、欸，啥？是那个点点今天有抢银行哎、欸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哎、欸，讲大声，然后什么人？他也是被吉岛送过来的、啊。哦，他、啊、总共有谁啊？就只知道点点跟大牛。点点跟大牛，其他的我不知道，因为没有被吉岛送过来。哦，那、啊、点点不是说不缺钱，怎么跟着抢了？是抢银行还是抢珠宝？抢全服啊。抢局长，潜伏银行哦，不是小，我觉得潜伏，好好，我懂了，我听了，潜伏哦，对吧、啊？要不要跟学长说一下，他已经把16万给我了，还是他想要先还那个点点啊？哦，可钱又不急，不知道，因为点点跑去抢银行了，他到底是缺不缺、啊哦？会不会让他觉得点点其实很缺钱啊？对啊。哇，还是他是卖了什么来帮他的？我是有听一直要割人啊，然后转卖啊。他好像就说不要了。不是，我有听到其他的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啊，我听到真的是很多哎、欸，有时候在玩个手游，就有人进进出出讲了一大堆秘密被我听到。莫名其妙都很多东西可以听。对啊，怎么医护这么好玩啊？我还本来想说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医护局了？有啊，我露过脸啊，啊，你扎要打对哦。我也想说，点点是兔子啊，害我每次都脑子在那边，兔子缺钱，兔子混黑帮。啊，如果我离职，你会不会无聊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可以。多摔几次车，我就不会无聊了。欸，我搞不好不会做跟车有关的啊。我搞不好会去钓，我会去钓鱼之类的啊。那你不要被海卷走啊！对，那个，哎、欸，阿花学姐跑去看湖，然后，哦，有啊，不是今天说叫你带氧气罩过去，就是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有看到他送进来啊。阿姨，这太好笑了。哎呀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，因为，主要是车上那个被绑是多多嘛，我刚刚听小猫这样讲，被绑是多多，然后你刚刚不是说差一点就可以追上吗？
他是还没有上车的时候啊，还没上车哦。我本来要求他直接撞，他就给我下车了。不是啊，人家不知道怎么做了。不是听他们说有拿枪，因为他已经转头过去了。哎，你知道如果绑人不应该不止一个人啊？如果他撞上去，其他人开枪怎么办？你要想想看啊。旁边好多人哦。人家不像你这么有勇气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女生欸，人家也会顾虑到另一半的安全啊。可是他骂得好开心哦。谁骂得好开心？没有，这边没秘密，这边没秘密，他是贴墙而已。小猫骂得很开心。没有在讲。听说今天养乐多被绑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学弟有跟上去吧。被真心社抓去谈话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真心社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那时候就刚好下班了。我觉得那个我们病房那边要检查一下，一直被人偷听啊。病房哦。我们也在那边讲而已啊。病房只有个地方偷听得到啊。然后他就被真心社绑走了，不知道是谁啊。有。我觉得阿公好像知道啊，阿公那时候爷爷在车库跟我讲，他不知道是谁，但如果我需要真心社可以跟他讲。我那时候在隔壁柜台吃饭啊，有听到阿公是讲说绑起来啊，然后找人啊。我也有问阿公啊，阿公说真心社好帅啊，就这样。阿公来了欸。阿公，真信社的很帅吗？阿公，你认识那个真信社的吗？你不是说你要帮我介绍？咋的啦？没有啊，我们想认识一下他。有好几个人。我们想认识今天榜养乐多的。咋的啦？感觉他不错啊，把钱都给小猫。也没有拿钱走。对啊。只是把事情搞清楚而已。罗宾汉哦。对啊，哇，行善不留名呢、欸。哇，我要崇拜他。哇，阿公，你要不要介绍给我们认识？没有啊，你们有需要再跟我说，我会跟他说。所以阿公，你知道他是谁了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也没有跟我说他是谁啊。他可能比较信任我。他可能发个讯息，真信社就会联络你了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就像那个忍者一样，有问题就找他。对啊。那是谁站在那上面？阿公啦。他怎么站在上面？阿公，你怎么这么高、啊？阿公有特异功能。阿公，你是不是有超能力啊？可以这样子经济独立？你是不是用年历把我固定在这上面？我怎么懂不了嘞？我才刚来而已啊。他有年历，他有年历。我没有年历啊，阿公。阿公，你知道你站那么高可以猜一个食物吗？是啊。你猜猜看。哎呀，好啊，那我奖励你，我抱你下来。啊，他刚说什么？蛋糕哦，好厉害啊！阿公你好棒哦！对不起啊，破你梗了。你有用年，你有用年力把我弄下来了？我没有。阿公你不要那么紧张，不要再控制我了呀！涛涛你是有什么原理吗？不要再控制我。有啊，你不要逼阿公考考啊，不要啦。阿公，阿公怎么？阿公你在干嘛？阿公你怎么用的？阿公，年历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你这是怎样原力觉醒？阿公，你怎么办到的？你好像年轻的20岁，你在干嘛？他有年历，涛涛你怎么办到的、啊？我他真的有超能力？阿公做了什么？我没有啊。我下来啊！阿公你太夸张了，阿公。阿公啊，如果我有念力的话，你现在应该在扣扣才对啊。你说啥？不是啊，我说他说他逼你扣扣了。我有念力的话，你现在应该在扣扣才对啊。我没有啊。快走！衣服快走！哎、欸，那个学长放过画面不好看了、啊。老先生，你还这样？他怎么用的啊？这样，那我要爬过去啊，还是你要抱我？他们都说你有念。哦。阿公，你想？
怪怪的，你要不要去？是不是中邪了？阿公你怎么用的啊？可以教我吗？他是不是中邪啦？我觉得好可爱哦、喔。阿公，涛涛走了啦。欸、阿公你怎么了？阿公，涛涛走了啦。啊，那我只有了。吓死我了！我刚刚不能控制我鸡鸡啊！啊，不能控制你鸡鸡、啊？我鸡鸡啊！鸡鸡、啊？我鸡鸡？鸡鸡啊！我鸡鸡、啊？你下面鸡鸡？不能控制我。鸡鸡想找你们那个阴茎啊，阴茎学姐啊。对啊，他很会抓啊，龙根。还是你要找套套回来帮你狗喝水一下？他突然不见了。